生意真好啊。哦，打上了羊是天天这样。是啊，这个是还是分店是吧？分店，但是撒贝宁来了，刘地址刘地址。啊啊，撒贝宁来过。哎呀，要不这样吧。啊，好，安家罩饼七路店，这一进来呀，特色凉菜。要好几位呀？啊，我们有人排。哎，好的，里边请。啊。出的不是特别齐呢。啊。点之后，上餐桌上点去呗。对，就告诉他我。这是野菜丸子。啊，对。嗯。整点清淡的。不吃安家罩，没到保定府。你喝不喝点儿吧？喝瓶啤酒行，这有菜呀。我寻思你不是拌那个菜的啊，拌的就好。嗯。我寻思说就是汤泡饼的，汤泡饼就不能。罩饼，我寻思汤饼够汤里头泡了，你还喝个、嗯？这一罩一，一罩二是啥意思呢？就是一两肉一两饼，咱们单位是以两为单位。啊啊，前面是肉，后边是饼。哦，这么有意思啊、哦！好嘞，先看菜，行，先看菜，一会儿一两肉一两饼，这个是拉皮还是那个酿皮儿？特色面筋，招牌面筋，这是辣椒花生米。给妈来，你不吃啊？你们不嫌辣吗？我没事。要不来花生米啊？花生米。以后老妹儿你俩不？花生米也有辣椒是吧？也有辣椒啊，那就来花生米吧。来这个吧。啊。是不是可以？他俩可以拼一点。哎，也可以。你帮我啊，行，那你帮我拼一点。还你聪明哈。哈哈。给我看看现场。哎，好的，谢谢了啊。行，其他还要呗，咱们。要一个那个特色面筋。这个。啊，对。来个那野菜丸子。那我买一个呀。那个是荠菜的。啊，荠菜行，可以。这功夫鱼是啥鱼呀、啊？绿鱼。啊？绿鱼。绿鱼。啊。你们这是特色呗？啊，对。啊，这都多少钱一条？50吧。50呀？我看看多大的，啥样的？什么东西？功夫鱼说是。就是焖的酥鱼是吧？个儿大。啊，来一条。你这轮在哪儿？啊，123。幺二好嘞。啊，好，要给送去。马上上吗？行，马上上吧。好嘞。要热热是得热热哈。现在你看看。啊，热的热的啊。主要就是吃肉饼，少点点菜。吃点没吃过的，尝尝就行。哎，那个啥不是我们的？谁点炸带鱼了吗？没点。没点炸带鱼是吧？啊，那不是我们的炸带鱼，不是我们的是吧？啊啊，这回事啊？这是我们的。我点了一条叫绿鱼，像那个功夫鱼呗。对对对，啊，那个挺好吃的。那因为我们是要点热菜了。热菜吧，热菜就等服务员过来给您点啊。嗯啊啊，这就是功夫鱼，蹲了一宿的那个。啊，蹲一宿，蹲一宿了，蹲一宿。我们8:40来，8:40才关。啊，这个是啥鱼？啥里头的鱼？河鱼啊？就是个海鱼，这是海鱼，这是河鱼。河鱼。啊，我们从白洋淀弄来的。啊，就是鲤鱼。绿鱼。绿鱼还是鲤鱼？绿鱼，绿色的绿还是鲤鱼啊？鲤。鲤鱼啊，就咱吃的大鲤子啊，大鲤子。让爸看看。啊，我整半天我寻绿鱼呢，我知道鲤子不点了。鲤子，白洋淀弄的。对。啊。白洋淀的鲤子。啊，白洋淀的。白洋淀有，就是白洋淀归保定管。一兆都一兆二的。我一兆二。都一兆二的。一兆二多不多呀、啊，姐？我建议你选一兆3，没有多少。啊，一兆3啊，不知道。就是标配，就是2兆2，就是2两肉2两饼。哦、我不喜欢吃那么多肉块，选一兆的你也得选个一兆三。行、啊，一兆三，那就我也一兆三，那就一兆三吧。啊，都一兆三。素丸子这是，刚才咱们看了没炸，是不是？这是炸了。啊，这是他们的面筋，就是那啥拉皮儿嘛。烧肉啊，这我点给老头下酒的啊，这个两个，您这不是下酒的啊，刚烀的，这是牛肉还是啥啥肉啊？肚包羊肉，肚包羊肉，就那个那大肚子那个，我刚才看那个像个球似的，尝尝，可以吃野菜丸子，人家鱼挺嫩，挺好吃，有没有土腥味？哪个好吃？没有啊，你尝一口鱼啊，啊。这鱼出名，也他这鱼挺嫩，不像咱们炖那个，没汤，但是那个肉那么那个梆硬。嗯，您不说炖一宿吗？那他炖一宿，他炖的稀嫩的，他这鱼跟咱那好像口感不一样。那鱼
品种不一样，你虽然是里子，但是水质不一样。那我还点对了哈。啊、你尝尝吧。白洋淀这丸子可香了。我告诉你。反正我来这个，我来块这个。来，香滚豆腐拌滚鱼吗？你尝尝这个鱼，你尝尝啥味？这家有点腻。嗯。什么嫩？嫩嫩，这鱼好吃。这鱼跟咱们那边的鱼真不一样。嗯。这鱼这肉的。这入口就是照咱们那个里子嫩，咱们那里子就是炖完了有点咬不动那种。海鲜店鱼出名。他这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，嗯，菜得慢。那就等着吧，这真是鲤鱼啊！看，我听说绿鱼，红，抖音上有个叫红鲤鱼、绿鲤鱼的，你看过吗？说相声的。那不是那个热火溜吗？啊，他不是，他俩名字就叫红鲤鱼、绿鲤鱼，天津的。嗯。那花生米怎么？这当油炸花生米。来一大片。哎呀妈，给我了！我大侄儿净给我一箱子烙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人家给我拿来了，他侄子，你看吃这玩意儿，嗯，尝尝吧。凉皮面筋，这我到哪儿都是必点的。这鱼炖的透，好吃这个，霸道。我让他吃了，跟咱们这拉皮儿不一样，完之后跟那个陕西那种酿皮儿它也不一样，比那个厚，口感好，筋道。平时不吃这个吗？有人吃。五花肉，因为咱尝尝看这玩意儿。哎，保定两日游不也挺好啊？嗯。昨天吃点驴肉火烧。嗯。好家伙，成香了，驴肉火烧。这个什么饼也是挺特色吧？这是赵饼。是。赵饼也是这儿的特色。这两家是这两家都是这块就是美食排行第一的。嗯。完之后那天在那个涞源县吃点粗粮。嗯。那家也挺好。咱这说没走下道还行啊，选店儿哈，绝对厉害，没走下道，嗯，都不贵，这边收费，嗯，还是辣椒味。这凉菜这么大盘子10块钱，一箱肉丝38。你这辣椒，啊，这就是鱼肉丝啊，对，这鱼香肉丝，我没见过这样的。尝尝吧，尝尝给你们，看这鱼香肉丝，看看，跟咱这不一样啊。那是高的啥呢？高醋了。不是，就那白色的是啥？这风丝儿好像是豆芽，豆芽呀，好像是豆芽吧。老妹儿，你来一块儿。不是笋丝儿，不是什么玩意儿，还豆芽呢？笋丝儿啊？那可不是豆芽，豆芽那是那梗揪的豆芽。没吃出来，不是豆芽。好像是笋丝儿，还是老太太会吃。那一你们尝尝看啥芽，那不是豆芽呢，豆芽呢，味儿都挺好。你尝就能咬就能知道是啥芽了，甜酸那味儿挺好。妈说的没错，真像是笋丝啊。这个菜丸子是蘸这个的呀？哎呀，这个白的，蘸的是啥呀？蒜汁儿，往里边揪的。那老头说炖一宿。嗯嗯。嗯可能是头天晚上下锅了，那可算好吃。咱再焖一手，蘸的看着没有醋是吧？有，醋味什么的，还有香油啥的，好像。嗯。啊，我点那个。啊。啊。你点的还挺好。跟图片一样，一样啊。边上就是窝头。姐姐，鱼香肉丝是牛肉吗？牛肉丝和笋丝。啊，好。谢谢。妈还说对了，咱们那个就咬不动塞牙。看这个，你看他那个，这个里头这不是空心的吗？完之后给这个给它高了一点，搁勺是不是？搁勺，没有勺，这有勺，有勺啊，这是搁那里，有勺塞点。啊，它这应该是菠菜面，好像是菠菜面，要不就是荠菜。这个小窝头吧还挺好吃，你方便面没有这好。一会儿再吃个啥？你白面呢？不是方便面，我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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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这样，是平时。他吃不了。我不要。给你个。平时你来一块。你吃吧，你吃吧。我不要。完蛋。昨天吃肉吃多都猛住了。赵饼还得一会儿啊，姐。马上了。啊。
这个就是牛肉呗，是吧？对，牛肉的，嗯、这叫过油肉。啊、有点像咱们那边葱包肉啊。嗯。行。嗯、都带肉的、啊，可以放在这里里边放这儿。好了，上边是牛肉，几片牛肉，完了之后汤，葱丝儿，底下是泡的饼，啊，就搞点这个也行。那个不辣，不辣不是，它是香的。嗯。一照二，一照三也看不来。咱这都是一照三，是吧？是。嗯，连着都是一照三。那是一。照一的话就是饼少很高点，这就是汤泡饼啊。嗯，这整照照的还是整不明白呢，啥是照？哎呀妈呀，没吃的时候以为不加汤了，跟我炖那个牛肉一个味儿。河南地盘挺大，你是不是啊？嗯。那直接给平时送回德，不用坐火车。假期还没结束，那抓一天还得回，还没吃好，没喝好，这儿子，这回吃饱喝足了，回去这得靠，这是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嗯，仨月，得几个月？仨月，这仨月了。再回来就得啥了？放假，放长假，这寒假过年了呗。嗯，在家再配一个那个啥驴肉火烧，你吃了。这一个照饼子，还有驴肉火烧、啊，那可我那可真行啊！你不是一家的，咱们带来了，咱们是放个驴肉火烧。咱们吃不了那条鱼子，不能坏到家。他给我整那个小罐儿的，这么点儿小罐儿，我看着了，那不够喝，贵呀。啊，大人可细人，我大人。儿你看着要多少钱了吗？这么点儿，一瓶十八。十八个十三，十八，就这个房间的啊，他只要咱们一进来的时候，他就瞅那个了。啊，那你没拿？我掰了吧，我说妈来接拐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就拿回去了。是吧？有意思吗？确实是给你了。赖我，接过来给我了。接拐完就接过来了。啊，接过来就丢了。接过来了就不知道搁哪丢的了。你上车前肯定我要不整那么个仪式的话还得赖我身上。那时候我就担心害怕没了，完我说的到时候我说的要老爷子，我说你精神点，一会儿到拿了点儿。那是之前了，那桌那了吗？对，那是之前了。完了他接个尾，都是接管之前。对。要不大概说又给我赖着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人家整个牛班的。我可没拿。你要说你不把握，你就别接管。你就是我接不了，我得丢啊！你让别人接呗。我这都丢多少回啥玩意儿？那回让我拿那啥，拿那个录像那杆子。搁海伦，你俩昨天晚上睡眼镜给我吓一跳，啊、眼镜我先落。眼镜不能，眼镜就搁兜里了。呀，能拿下来的，牙也丢。我有一次我跟妈我俩回去，啥玩意丢了？手机。钱包啊。手机落那个。办那个结婚证去啊，包搁拉那儿了。包，啥是东西？办那个就是一个小钱包啊，那个包，包拉手机啥的，落那里那所有的全扔那桌子上了，全扔那吧台。但是人家那个弄屋子人没人拿，你高那嘎达多大一会儿没人拿，就是搁那嘎达办那个什么，就是这嘎有个桌，大伙坐着休息。就高那儿了，都有监控，你谁能拿呀？哎呀吧，还有一块牛肉。卖完咋挺？这么长时间还吃呢？完蛋。嗯。压力给到你了啊！你往那儿转，看这个。来个小馒头，来一个，给老头吃一锅。
那是三张饼干。啊，我其他的是有事儿，饱了还能吃一口馒头。这个又吃了吧？这个几口是不是？这个不腻人，能吃两口。哪个？你说哪个呀？不腻人。他这都高速打包的。走了，完事儿，回家，我们就往回走了。桌桌倒饼，啊，这倒饼还有大份儿的。32号，32号有没有？33号。看看这个楼的形状，这挺与众不同的哈，圆半圆形。我就感觉这地方人不少。嗯，这人多。可能咱们去那个也是市中心吧，市中心，但是他骑电动车的就能看着的人挺多，人都成多，那人都冲那个人行道啊骑摩托。对，河北省保定市原来也是省会呀、啊。你看这保定这大收费站多气派，嗯，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呢、啊，那城门楼子。到家了，这整的开的也挺顺当。我跟我大哥，我俩不是一条道，那个各走各的了。到家集合，一路堵，有几个有车祸的，完了之后挺堵的。后来这边就挺畅通。嗯，刚一进高速口的那嘎子有点堵。还行，嗯，时间也凉了吧？没怎么太堵，还行。攒点菜，你明后天包点饺子吃哈。回来一趟得包点饺子。挺顺利，大家也国庆快乐哈，呵呵，吃好玩好，拜拜呀，拜拜，明儿见，拜拜，我们也算两日游呗，两日游，嗯，两日游，连来带去不算了就，搁那儿待两天一共，嗯，对。